的，我爸都叫你上来。我爸。一千块上来。我爸上来。你给我爸一千。一千。一千块啊，一千要两块。我要两块呢，我一千块要找你八百、七百呀。七百。啊，这么七个人家。搁三个人家好不？三百块我你欢喜些，三百搁三个，三百块了嘛。哎，你个要做某某啦，做某某钱上上来，你话休困啦，做某某啦。哎，你先摸，你先还拢要我了。哎，你拢我摸我白白了。哎，哎，好嘢来接过，摸我徛住啊，紧接过，紧接过啦，我紧来，紧接过，再走我紧接过吼，来，接过，哎，接过。来，浴室不要给人家车顶，给人家车顶，你这个没给你来。你要收几个？手机还看了，我通关。沙发上面去啊！好，来了，屁股，你来坐。要干我？干我？哎呀，真正会画面了啊，好可怜。我买着白大沙发的手表呀。老好，你去换换衣裳，来梦去。我有个家族的人，我有个家族的事情。真正不倒的梦。三天都开始用过了。你也无啥经验呀？啊，你够无？我听说进来啊！啊，一日都骑好伊了，无见啊！讲骑用啊，无骑两斤的啦，凊彩啦，系啊。二四六七，嘿，嘿，你莫有买着，你莫后日白来搞出骑，好就搞出骑咧。当时啊，实在真正唔拼，坐啊，感觉恁对我好啊，我就感觉啊，互恁欢喜喎。恁十个人去，有买着白带，人家一人搁包一份冻的啊。还是你自己对啦。哈哈哈。来。这家小贩卖啥物啊？啊，是讲。啊，好啊，我先。然后我先来提个包啊，等两个月。十个人去，有买着搁买一份，一堆钱当真。准备好啊！一百好，真正你唱歌，真正你爽，百好有咩个咩一百来哦，有咩哦，有咩哦，有咩个咩，哦你头个有咩哦，先走咯，你头个有咩，开始开始，你头个有咩，我先走啦，哦哦哦，二四五六七八九，
你总是要你平七个了，你有买？迄阿姨无啦。你先生在做？你家有鸡啊？无有鸡啊啦。系啦，卖提龙粉啦，了事唔好提龙粉啦。几个了啊？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搁一个送诶。来，一包我一包。你好，你好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无多啦，差一分啦，搁一分好，你一包。十分拢来啊，拢也奇怪啊。听甲内部哩，生理做啊侪，你都莫看这个白头发一把。我是讲今仔日哈，好可能啊，卖好卖好哩，你嘛唔行，你嘛可以，你可以啊。扫地那种咖啡豆，那种咖。你吃饱，这来手夹过。好了，对手下播了，那我也要下播了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啊，真的非常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再感谢。那我们就明天的影片见了，拜拜。你要记得啊，没时间啊。四个月了嘛，两百了，阿伯无啊，我阿伯啊，两个伯，哪个过？伊也嘛两个啊，无。开始来，开始来，可以来烧，可以来烧，收了收了。我们在家看到的就是他，你来在这里了吗？就是那个肥肥，对啊，肥肥。来，我拜来，我们就看你的啦，谢谢谢谢。你也有在看的，无非就银发佬，卖个广告，无非就想要吃银发佬，手来。他们就会投资来到这里买，可是他细胞啊，对吧？还是细胞啊，对吧？整条都没杀的。真的无啊，我看到没没了，这拢没出这。那时候我抢回来，那个就两百，那个就没。要不要投资？就来这里买的。但是白大鱼，白大鱼以后的整条的。两百了，无啊，无啊，少啊一种。啊，黑了啊！最后这包两百上面写无？两百无？隔壁有一个美女，在路又停车了。好，一下给我摸摸两下。哦，不是，他是在录阿伟。摸下，我收进去，等等叫你收。等等，你收是搁有诶啊？黄油鸡啊？来阿全，你甲开起来，我做顶拜拜了。叫黑黑了，我等下吹吹啊，记得啊，我吹吹了。来，有人要食鸡啊无？鸡肉，够人想要吃，要吃手夹个，吃个啊，等等，来，这手夹，这种手夹，鸡肉起来了，鸡肉起来，你帮我用筷筷起来了，要无物件啊？真正要无啊？想要吃雪梨的手夹个，拢无啊，三百了，一只三百外了，也无啊。啊，无啊，你莫讲卖手，真正无啊，买三百去吧，三百去吧，我上尾搁剩下无啊？三百块，这个是几号手？来呀！哦，你手两块了，好嘞，对。来，最后这台拢无啊，三百了。十块。三个了啊，卖，你卖我用不要卖。这个好手个，这个我就买来啊。十块了，这个留起啊。啊，即话因讲哦，我做干部无设计哦，伊啊插一个盘，即两包拢五百，啊，即两包我卖三顿啊，三百块上面吃，啊，包过三百，哦，啊，即两包三百上面，即拢五百，我即话是啊，拄啊去增加去杀掉，拄啊破，拄啊留买来买来一个啊，吼，即拢两包五百，迄物件拢无啦，家检查留我那退钱，嘿，啊，毕师傅一百，啊，全毕师傅一百进来，伫你后壁啦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别分。来，来，等下，意思我一包赔钱，手夹夹就崩崩起来啦。一包赔钱啊，无赔钱你莫夹手了。只有赔钱啊，好起来。
拍摄那一点，对的。哎、欸，六 K 级啊！六 K 级啊！这只鸡啊，想要吃手抓起来了。想要吃这只鸡啊？一个人鸡啊，手来过来要吃无？来，来个两个。后边个两个。够几箱鸡啊？我甲你讲吼，未甲出一堆啊！你看我花鱼啊吼，是安怎弄个鸡啊？鸡啊，加啥加啥，永远拢袂安尼。是啦，有些成分上贵的啊。这只鸡是所有汤味，不管牛肉咯、牛肉咯，啥物不管，只要是汤味，这只上贵的。所以一定要加细胞的啦。今仔局势无同啊，因为今仔我做肉的，啊我无爱炸物件上个，互恁欢喜，好不好？互恁欢喜。啊我今仔安尼教，我后礼拜绝对无可能过来咧教。你莫讲好食，礼拜要搁叫我教咧，无可能。500块了，500块，四零块你平平出来了，500了，500块。500。鸡仔变阁拆起来，紧嘞！哎，即摆你收钱啊，你阁唔紧嘞？哎呀！